脸庞平静祥和，竹筒晨练场上初升的暖阳。可我知道你站在那里，红墙之外怀着担当。你的目光沉稳坚强，如同磐石震慑着躁动张狂。可我知道你站在那里，红墙之外怀着善良。只为一个简单的愿望，在华夏大地可以自由信仰，让真善忍的理念播撒四方，让追寻他的人们心注光芒。历史记录下了这段时光，也记录下了修炼人的和平、理性和善良。1999年4月25日，一个震撼了天地人神的日子。他们的壮举注定成为辉煌的一页，成为历史上流光溢彩的篇章。如此平和的功名上榜，迎来的却是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。结党恶徒倾尽国力，暴虐疯狂，妄图摧毁人们心中仅存的善良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425平和坚韧的歌，22年来一直在传唱。从那天开始，和平的申诉就从未停歇。无论寒暑，我们揭露着迫害的真相，只为唤醒谎言中受毒害的羔羊。法图为什么如此坚定顽强？因为善恶的对峙下，每个世人的心都在被神考量。只有真善忍的力量才能救人于覆亡。时间从不为任何人停留，善恶大审判的时刻已经降临到地上。觉醒的世人如洪水般激荡，抛弃恶党，重拾传统与善良。听啊，邪恶在地狱里哀嚎悲叹，哀的是疯狂迫害换来可耻的下场，悲的是无边的罪业将永远在痛苦中赔偿。此刻425的赞歌再次为你唱响，不要错过生命中的善缘，他们每天面带微笑，守候在你人生彷徨的路上。停下来听一听这壮美的歌，伸出手接受这份美好的愿景与向往。这赞歌将永远在人世间传唱，带给千秋万代永恒的希望。